哎，老板，你怎么穿着这个样子今天？好，站岗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好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哎，这个公司还挺大的嘞。这老板为什么要凌晨25点过来面试啊？真是的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天哪，这公司太有钱了吧，到处都是钱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哎，这家公司的面试时间怎么是32号？也太奇怪了。保安，钱是不是你的？不是我的。我知道不是你的，你一个保安哪里有这么多钱？是我掉的，我捡起来。哎呀，你他这里脏死了，你没一点眼力见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家公司看着这么高大上，怎么都没有一个人啊，冷冷清清的，真奇怪。这里怎么这么多钱啊？哎，大哥，这钱是你掉的吗？啊，不是我掉的，我没那么多钱。不是你掉的，那这是谁的呢？不管，我先拿着吧。你们都可以回去了，这个销售主管的位置是我的了。是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谁啊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三位都是来这个公司面试的是吧？对，你干什么？这样子，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，也是今天你们的面试官。老板，老板你好。行，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公司呢缺一个这个销售主管啊。我。是谁呢？我们要看实力。这样子，你们跟我来一趟办公室，好吧？行，来来来，站住！你没有听到吗？这个销售管的位置是我的，你滚了吧！你是不拉筋，跟我抢，滚！站住！还想走？听到没有？刚才我说的话听到没有？你干嘛？干嘛？这个销售管的位置是我的。人家老板都说了，人人平等。平等？你个乡下来的土鳖还平等？我是乡下的，怎么了？看看，你就是乡下的。乡下人就该在乡下耕地种地，种点白菜萝卜，跟我们城里人吃喝玩乐就行了，回家种地去。种地我早都种够了，我妈说的，要让我来城里好好的工作，然后来成龙成凤。你爸说的也不行，农村就要耕地种田，你不耕地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？还有你看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就会打洞，农民儿子只会种地，听了没有？干嘛呢？怎么有这样的人啊？来，你们都跟我进来。来，你们依次介绍一下你们的学历吧。985海归。我啊，是岛国运回来的，真正的海归。老板，我是地理工。农民的儿子，回家耕地去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吵啊。学历呢，只是我们考核的一部分，最重要还是看他的实力。这样子，公司呢新生产了一款产品啊，你们谁能把这款产品介绍好，这个销售主管就是谁的。哇，而且这个销售主管呀，月薪10万，年薪250万。好的，好的，就是这款产品啊。来，你们先不要急啊，我有要求的。你们在介绍这个产品呢，要把它的成分、痛点以及卖点都给我详细的介绍出来，好不好？放心，我来之前已经做到过了3秒的了解。就先让你3秒钟。造粉，灰白色的桶。哎，老板，这里面怎么这么多糖果？这是糖果吗？能不能吃？这个不能吃啊，你先等一下啊，到后面站一下，好吧？行吧，偷辣妹，切切。老板，你看我的啊，这个是红色的桶，你看它是一个，多功能什么白漆粉，什么粉？白漆粉啊。白漆粉啊。然后洗衣服的嘛，然后要加水，多加点水，洗得干净。行，你介绍的也不错，这个销售主管的机会啊，有你一半，知道吧 ？Yes。这样子，你在后面等一下啊。好嘞。他们两个高学历的把这个产品介绍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你还要尝试吗？老板，我必须尝试呀，我说的和他们都不一样。那行，我们公司呢也是秉承着公平公开，是不是、公正，给你一次机会，来吧。好的。不用了吧。行了，你们先等一下。老板，
这个呢是公司的一款新一代多功能造粉，它呢是浓缩型的，一勺抵四勺来用，相当于这么一桶呢抵四大桶，对不对？这个造粉呢它是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一个结合，你看平时的洗衣粉呢是那种袋装的，容易发霉结块洒落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升级了之后，桶装呢不管是放在厨房卫生间角角落落都很方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打开给你看一下是不是很香？嗯，因为它这里面添加了，你看这个粉色的这些珠子，这个叫留香珠。洗完衣服呢，它可以72小时留香的啊。而且我们也加了这种蓝色的，蓝色呢，这个叫什么呀？活性生物酶，它可以轻松的把我们平时蓝洗的油渍、污渍、墨水渍给 洗干净。像我们蓝洗的这个领口呀、袖口啊，家里边的发黄的床单、被套、小白鞋，都可以轻轻松松洗干净，嗯，知道吗？而且我们这个呢，它还是一个温和的配方，洗护二合一的，机洗了它不伤。手洗了它不伤手，像小孩子孕妈妈宝妈妈的贴身衣都可以洗，像我们这个红色的蓝色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啊，只要你的衣服本身不掉色，它也不会串色，洗完之后呢彩衣亮白，而且你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。 嗯这个好。嗯，老板，并且啊咱们洗完之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桶啊，它可以二次利用，质量是不是很好？嗯，空间也很大，当一个收纳盒，装一点花花草草、小零小碎的东西都是很方便的。嗯，是不是呀，老板？但是我知道这个造粉啊深受大众的喜欢，但我不知道公司是一个什么价格在卖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嗯，现在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？嗯，洗洗刷刷的都比较多，公司特意啊生产了两个规格，嗯，小规格的呢是5斤装，适合家里人少的用，只要20多块钱。嗯，像这种大规格的是10斤装，适合家里人多的用，只要30多块钱。这也太划算了吧，那有朋友想买去哪买呢？这个简单呀，让他们点头像进直播间，像这一大桶啊还给大家包邮，这真的太划算了，老板。嗯嗯，那我的介绍到此结束。还有一个事儿，老板，我今天来应聘的时候呢在那里捡到了钱，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谁丢的。哦，行，不错，这样子你稍微等一下好不好？嗯，来，二位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老板没有了，刚都说完了。都说完了是吧？我有啊，你说。老板，我也捡到100块钱。啊，你也捡到100块钱，不错啊。是这样子的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要说的，这个销售主管的人选呢我也心中有人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来恭喜你啊。对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选他？他搁这家里蹲，我可是海归啊。我都来了，早上没还是来等了这么长时间。啊，对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你看一下咱们公司的面试呢，它分为两个板块，知道吧？第一呢是人品，知道吧？第二呢还是人品，第三呢还是人品，知道吧？你们刚才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捡到了2万块钱，只有他一个人还给我了。我现在告诉你们啊，文品薄如纸，人品值千金啊！二位请回吧。什么？说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上，我们这么高的学历，你不用我们，你得给我们个交代。还给你们交代？来，让大家看一下二位啊，你看一下。外表穿着光鲜亮丽，是不是啊？你什么学历啊？高学历是不是啊？海归。介绍产品就这里数字，啊？你刚不说我有机会吗？啊，985清华是不是啊？介绍产品啊，就这种水平，还想要说法？马上给我出去！这就给你们说法，电脑。切，过来倒闭！早知道100块钱都不还给你。什么玩意？小姑娘。老板。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。